啊。这好像吃到一个恢复符，哎呦，这个糟糕了。好，逆风了，同志们，你们想看的逆风来了，对吧？你们不都想看逆风吗？想看逆风，逆风来了。哎呦，天是地，悲剧！居然有人游走过来。哎呀，鼠标，来，好。那我们看看逆风的夜魔要怎么打呢？好，恢复完魔法之后，到中路，继续到线上去吃经验。只要能够打出自己的鞋子，那么中期就可以开始 gank 了。我们这边小德野 SA 丹娜，好，打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四分钟的符又可能被小强吃掉了。